公子，荣玉，信不信我撕了你？贺九龄，你给我过来！公子，走开！公子，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平时闹闹也就算了，你怎么昨天晚上还搅和在一起了？你这样让其他人知道，往后还怎么嫁人？我又没打算嫁人，而且他什么都不懂，你别瞎想。那你们屋子那么乱，怎么回事？那是因为我晚上睡不着，起来练了练功。远一点，站远点。那你那个嘴肿了，怎么回事？真肿了？好啊。你别乱想啊！你看看你这心虚的表情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荣玉，贺三儿，贺三儿，你吓着他了！你给我滚，滚回你的荣府去！前几日是占星节，大家都很忙，看他状态很好，就疏忽了。没想到公子趁机跑出了占星馆，若不是贺姑娘给我送信，恐怕……客气的话也不用再说了，能遇到他，也是巧合。和善也不知是不是巧合。每次公子丢了，好像都和贺姑娘有关，但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他之前也丢过。这几年他丢过两次，一次是在三年前，公子要到街上去吃馄饨，展平买了馄饨，回头就没有看到公子了。少关主啊，我需要方子才能开药，这没有方子我也开不出来呀。不然少关主，你叫其他人过来。来不及了，贺九龄他病了，他需要药。这哎，少关主，少关主，哎呀，少关主，哎呀，公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走了，回家了。药，公子，药。是三年前的二月吗？贺姑娘怎么知道？还有一次，是去年冬天，公子那次跑得更远。他说，贺九龄冷。贺姑娘，没事，我就是有点走神了。公子他想找你，可是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，所以他就朝冷的地方，朝有水的地方走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两只脚都冻伤了，靴子里磨出了血，又进了冰。贺姑娘。你怎么哭了？我高兴，你好好的，我高兴，你又学会说话了，我高兴，我们能再见面，我高兴，高兴的我想哭。那我也要哭。不，你不能哭，我喜欢你笑。你以后都要笑。那一次我得了疫病，医生说我只有一个月的活头，
但是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不止活一个月，不止活一年，我要活一辈子，不然就没有人能把你变回那个又聪明又有才华的荣誉了，你一辈子都不会真正的快乐。还有那一年寒冬，我被暴雪困在了苍狼河边，又冷又困，还有一群恶狼盯着我，他们等着我睡，可是我不能睡。我刚给你打了一张雪狼皮，还没给你做披风呢，我怎么能睡呢？嗯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冷了？嗯，你学会占星了吗？嗯，什么占星？我只是知道很多事情。嗯，你最厉害了，全家林。只是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想着我的事了？我不知道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不要再乱跑，不要再让大家担心，吃自己想吃的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不要管别人，只管自己开不开心。我现在就很开心呀。嗯，那你跟和善要一起开开心心的回家。嗯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嗯，你是要回你家，我不跟你一起。你不一起吗？我不走，我还有事没有完成，你回荣府等我好不好？荣誉，你说过你听我的话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去荣府找你的，好吗？嗯。贺九龄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你哭个屁呀！怎么跟荣誉待一天，你也变得傻了吧唧的？大男人干净利索点行不行？贺九龄最讨厌男人黏黏糊糊、磨磨唧唧，你越这么烦人，他就越讨厌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是这样吗？行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荣公子乱跑之事，别叫荣大人又怪在我们家九龄头上。别哭是一物降一物啊！我原本以为像贺九龄这样的人，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降得住他？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男人。啊！
振中，严正，你在我麾下多年，你我出生入死，肝胆相照，没想到你今天却把剑对准了我贺家。你们贺家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于国、于将、严某都不能徇私。严某也是奉命行事，皇命以下，只待你们抵京之时，便将你们缉拿。还望诸位不要为难严某。召贺家回京，原来是要瓮中捉鳖。呀，振中。好了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左将军，念在我们朋友一场，莫要为难贺家女眷。好，严某答应你，大少夫人不绑，贺家仆人定会厚葬。这是朝廷根本不是要对贺家封侯行赏，贺大将军还有大公子、二公子已经被抓起来了，你和三公子若是回去也会被抓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二哥怎么子虚乌有的事，其中定是有误会。何三儿，你不是认识刑部的人吗？对，我们去找张尚书，他是大哥的老师，想来会帮我们的。我们现在就出发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二嫂，没事，我就是担心情形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不会束手就擒的，就是。不知道遭了多少罪。
对不起，我和爹不认罪，就不会有大夫来。认不认罪，都逃不过一死。你大哥还有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陪着，在黄泉路上，我们一家三口也不会寂寞的。是我们贺家对不起你。谈何对不起啊，得一生所爱，生死相随都是欢喜，这是我四年前就已经做好的决定。只要秋婷和灵儿还有弟妹能逃过这一劫就够了。秋婷、灵儿还有，从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一共276天，养只小猫小狗都会有感情的吧。也不求你会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，哪怕只是把你对贺九龄的好分一点点，就一点点给我。杨莹，二弟，明知小贺家有劫，乃是我便不敢因私心动摇。我的错，我不能再害了他。公子，夜已经深了，咱们回去睡觉吧。公子，以后是多久啊？啊？明天是以后吗？玉儿，小叔。玉儿，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等人。哦，他说会来找我的。玉儿，回去睡吧，你等不到的。你以前也这么说，可我不就见到他了吗？这次是真的。在那边，抓住他们，站住！放！闪一闪啊！
手，他们跑不远，回去再仔细搜查一遍。是。二嫂，来啊！姑奶奶在这儿呢，姑奶奶不怕你们。别让他跑了，有本事拉呀！站住！一群大老爷们是不是没吃饱饭，连个女人都跑不过？我一定会想出其他办法的，就贺家，现在只有我和你了。骨头倒是挺硬。这罪，你认与不认，都已经给你定了。贺大将军，即便你不为自己想，也得为家人考虑考虑啊。你舍得我对你家九龄这样拷打问罪吗？说起来，我宋家这些年因为贺小姐受了不少苦，遭了不少冷眼，我那不争气的侄儿也断了仕途。可自此之后，他折磨人的手法比刑部懂得还多。我把贺九龄交给他，贺将军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你找到他了，早晚的事儿。大人，宋大人，杨英抓到了。贺将军，贺大将军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贺九龄跑了。不过今日也不是没有收获。爹，爹，杨英，我这个人耐性差，不想等太久，还蛮想把一些用在九龄身上的惩罚在他身上试一试。是与不是，这取决于贺大将军你认不认罪？呸！认你个龟儿子！有什么直接冲我来！我杨英怕你不行。姓宋的，杨英。
贺大将军，你什么？大点声儿！我说，我认罪，是我贺良借着女儿的名义与寻南通信。叛国的奸国罪人，给我贺家一个痛快吧。江公子，你还要去找人？照顾好他。恭迎殿下出府，其他人已在宫外，只待令出。进宫。我要去趟家里。殿下，殿下，事不宜迟，如今大王驾崩，正是殿下。可家里那边，殿下无论何事，应以当下为重啊。灵儿身处险境，很危险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韬光养晦二十年，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天？成王败寇在此一举啊！若此时放弃，不值得呀，请殿下三思。请殿下三思。爹的下属，大哥的同僚，二哥的军中好友，和我的好朋友们，我都找遍了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贺家。三公子，今日有事，贺将军他们将被押往六道口死了。三日后问斩。来者。
今日起，刑部将每家每户排查一犯，藏犯者左邻右舍皆连坐受罚。连坐？凭什么连坐啊？小心点吧，免得被人害了还不知道啊！这年头啊，大家还是小心点好啊。抓的是贺将军的女儿和儿子，那叫什么来着？罪叫贺良、贺陈州、贺清行，罪夫李氏、杨氏，叛国通敌，满门抄斩。三日后，六道口行刑。罪叫贺良、贺陈州、贺清行。罪父李氏、杨氏，叛国通敌，满门抄斩。三日后，六道口行刑。罪叫贺良、贺陈州、贺清行。快给我滚！就你也敢叫爷爷滚？赶紧滚！死到临头，让你长长教训！爹，爹，爹，就是死到临头了，我才让你滚的。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给我滚！还敢嘴硬？跟我走，走，走。滚！走！快滚呐！给我滚！走！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赶快滚！快走！马上滚！我和九龄现在就要离开。你们去哪儿？他还伤着，伤也刚刚退。我也不知道，可是留在这里会连累你。我不怕。是我怕。可是你别说了，也别叫九龄为难。你为我们做的很多了，九龄。何三儿，我睡着的时候，我听到有人骂爹了。他们说爹是罪臣，是贼子。那是吗？我又没糊涂，那不是吗？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我们何家了，对吗？我们无路可走了。是哥哥没用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就是这里，有个男的很可怜，
从这边走。就是这儿，快！日落黄昏，斜阳辗转千里，远方夜半琴声，月自杀，酒盏几度。提笔相思成行，宿命喧嚣于纸上，最烈的酒最难忘，情到深处不可逃，回眸有你守候，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，你悄悄地转身，轻手合上你远侧，笑问君夜人间，星星几何。到深处不可逃，回眸有你守候，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，我轻轻抚琴的一个想你，原来相思，故里尽是相思。